鱼带来的精彩表演。哎，袁婷，你母亲节有吃什么蛋糕吗？有啊有啊。那你都吃什么口味的蛋糕啊？吃蛋糕的话，当然要吃戚风蛋糕啊，不是戚风的蛋糕还叫蛋糕吗？而且啊，还要淋上一大匙的辣油，哦，那滋味真的是绝配。什么？蛋糕当然要吃慕斯啊，而且到底谁会在蛋糕上面加辣油啊？不辣的慕斯才是王道啊！你是说不辣的慕斯蛋糕吗？哎，不辣慕斯，布拉姆斯，让我们欢迎陈炫烨带来的布拉姆斯第三号随想曲。大家好，我又来了。然后这次要弹的是布拉姆斯的第三号随想曲。那它是一首诡谲神秘，然后时而华丽壮阔的曲子。那它算这首曲子不长，可是它很像说故事一样，就是听众在听到每个不一样的章节的时候，都会有截然不同的感受。所以是他这一系列的声响曲是非常有趣的作品，然后希望你们会喜欢。